那就往前冲啊！不是这啊，这死路啊！死路，哎、欸，隔壁，这是隔壁，哪边隔呢？壁，隔壁，隔壁吗？我看到，有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蓝色的，蓝色的，那不是黄队啊？是吗？那因为我这边、啊、它有点颜色有点暗，因为我刚听到砰的时候，瞬间是有人，哎呀，哎、欸，对，搞不好他们是洞窟哦。嗯 ，OK 吗 ？OK 吗？啊，蓝队，蓝队，对，蓝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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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杰克，杰克，杰克，这两个，三个都在一起，三个都在一起，哇喽，三个有三个，不是一个死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他们。哦，哒哒，哎呦呦呦呦，要冲吗？冲啊！可以啊，可是现在挖开，我们是敌对，他跑了，跑掉，跑掉了。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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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嘛！哎、欸，黄金哎、欸，他们不挖，跑去哪里了？他们，他们来，他们来，他们来了，在哪里啊？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哎、欸，去支援哈基一下。好。哈基刚是往上哎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走过去的。古力帕。怎么会来？可以吗 ？OK 吗 ？OK 吗 ？OK。好好，牵制住，牵制住。小心，小心。干嘛、啊？我跟你很熟。哇塞！有个被烧死了，我烧他了，我烧他，我烧他。烧掉！我中掉，我中掉了！我烧了，我烧了！你要火焰剑吗？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有人想绕路哦！有你攻击，拿斧头！我没有斧头，我没有斧头！哎、欸！杀掉！哇！可是我哇！哇！有苹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钻石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！加油加油！不是，加油！刚刚他一烧的时候，你就让他慢慢烧才对啊！拜拜拜拜拜拜！对，拜拜哈！哇，少一个队友了。嗯，还行。我吸，现在吸东西，清一清这里。哎，他们苹果多哎。哦，赞啊！他们铁太多了吧，一个也不少。诶，你嘞？哦，看到了。我在吸东西。他们有钻石吧？好像有。四颗，给你。给你，给你。等一下啊，我东西它有点多，有点多。哦，吸到钻石了。盾牌不用，同时不用。哦，我没什么损血，对啊，我动弓箭。可惜，对啊，少一个人了，可惜。嗯，好啦，他说我要休息啊。哎、欸，剑士给你。哦，带这个干嘛啦？谁啊？带什么？甜菜种子。我做个箱子好了。OK。我仿佛听到团团说：“可惜，繁星差一点。”好像听到一样的话。他有水桶？我有啊，我有铁那个岩浆跟水，所以刚刚才烧到。哈，可是钻石少一颗，他们有钻稿吗？没，好像没有。他们那么多的石稿干嘛啦？
对啊，超多哎。白色羊毛啊，人家是睡觉是不是？哇，斧头他们也带太多把斧头了吧？感谢清了队，不过车后的人死了，车主还要掉下来吗？啊？我不懂，我也不太懂。He's gonna get。我带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干嘛？是一堆羊毛，各种羊毛是怎样？这个铁先烧一烧。先氪金。我记得你还要被还有金吧？那苹果放哪？好、哦，四个金，然后哦，十七个金矿。哦。哦。那再来吧。啊，但你可以先吃几颗了。我吃一颗了。你吃一颗了？嗯。先回一下，哦、帮杜鱼猫一下。这里九个苹果哎、欸。总共十颗，超屌，好猛哦！石头大，苹果大亨呢、欸？啊啊！边界外，十分钟后，等一下可能要先跑去地表了。地表吗？不然我们完全不在一千内，八百九百。别搞，好了，合一合了。还有火药哦，火药可以留着。煤炭要这么多干嘛啦？这边还有，太多了。我、哦、刚弓箭射掉不少，疯狂射。哎，有羽毛，羽毛，你还有吗？有，我刚刚杀鸡。好，你有牛刀吗？嘴巴。苹果，我先做两个金苹果放你那好了。这就好了啊，你一个我一个。好啊。两套衣服这边都刚好的。可惜差一个钻石。嗯。他们会死啊！会死，把我们丢掉。哎、欸，我们刚路上有哎、欸，没关系哦，这边我在丢在这边。会死哟！线，你有弓吗？要不要给你把弓？没，给你一个弓。那我没见识啊！我给你分给你啊！哦。一半，然后肉少一点，什么铁针，没关系，铁都先烧一烧。他们在烧木炭呢、欸，哇塞！他们哦，对啊，哇，为什么烧木炭？开多种食物也吃不完啊！只要开带烤猪肉就好了。吃这么多东西，烤马铃薯。他们有羊、有鸡、有牛、有猪。那好了，猪给你。哦，他们有猪哦，我的啦。哦，我身上这边还可以做很多猪哎、欸，还有皮革哎、欸，对耶。我这15个皮革，49个甘蔗，来，自己也给你，太多了吧？现在16本书哎，四个书柜、欸。哦，做剑 ，OK， 做剑，工具升级一下。哦，不愧是开小餐馆的人啊，各种食物都有。
水桶。把东西动完了。嗯，铁铲，好，铁铲。他没有那么多羽毛，刚没有先做弓箭。羽毛好像是我原本的。哦。五个。龙岩帽炮身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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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感谢订阅。耶，这样子有一堆弓箭的，赞啊！羽毛箭矢 ，OK。走吧，剩六分钟了。好，可以跑了。哇，他这边东西其实很多欸，要不要留啊？要留什么？好像不需要，这东西都不需要。对啊。好吧，欸，水桶。啊，再拿一个水桶。好，其他不要了。你刚刚走这吧。那我们刚刚追杀，对，追杀的时候我们走这边。不光哦，上面。喂，我被推到。扣几颗？哇，你剩一颗半。苹果吃了吧？啊，我这苹果也给你了啦。啊，你要给我当氪金王哦。氪金啊，氪金啊，一个人当氪金王。这里有水，它这个水是沼泽地形。我们现在左转吧，出去之后左转。不对，我们要往那边走。我们直接往上挖吗？还是也可以啊，不然虽然巧克力说真的比较慢，对，你要左前方走欸。对啊，这里你看 ，OK， 那就我去挖了。嗯，我现在在地底。顺便挖钻石，可是剩六分钟来得及吗？因为巧克力说很慢啊，他讲的啦。是我不确定欸，不知道欸。稳一点好了啦，去地表好了。好，反正到地表之后再往下挖。哟，刚刚那个装备不用了啦，那个装备一点点也可以啦。对啊，而且我们提很多欸。欸，库里，欸，僵尸。啊，继续往上。这里应该也没什么。吧，你那边安全区吗？对啊，走过这边就安全区了欸。啊？那就是 X 走。欸？对啊，那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是往上啊。欸，我刚看到 ID 耶。真的假的？左前方。不见了。上面还是下面？平行。平行？有人在这么高？把自动跳跃打开，这里比较方便是不是？随机缩圈怎么会缩四次的啊？哎，小杜，
欸，为什么自动跳也不会跳了？知道欸。现在是晚上是不是？嗯，快白天了。要跳蜘蛛山了。我往那边挖。烧起来了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这个时间怎么烧起来？38分。还是累个时间跟天气没有对上。照理来说，累个应该会对上的。咦？往这边，然后再往前。128哦，所以你要挖至少挖100多个才会到。哇，那这样石头数不行吧？不行不行不行。